印度尼西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由于板块非常活跃，地震发生的频率也不可预知。雷院长来到巴厘岛，恰巧遇上了一次地震。那么如此高频率的岛屿，当地人是怎样一种心态呢？马萨，马萨，泰泰兰的马萨吉，哦，巴厘的马萨吉，马萨吉，巴厘马萨吉 ，Yeah， 巴厘马萨吉，对，跟巴瓦也。Where are you from？ Japan。Japan， 啊啊 ，Korea。他不相信我是那个中国人，他觉得我是不是韩国人、日本人 ？Korea。啊 ，Korea。马萨吉 ，Where？ Yes。Where? Inside. Inside. Yes. Inside. 直接就被这个拉走了。哈哈。Hello. Show that. No problem. Okay. Okay. Bye. I'm Masa. No problem. Okay. 其实雷院长已经不止一次啊，给大家揭露。这个马萨吉啥样子啊？其实没有，就是按摩嘛，里面都是一个给老妈妈给这个给我按摩。喂？哦，谁？感觉一只母老虎就向我爬来。就是一个母老虎在我身上在爬来爬去那种感觉。其实好像泰国东南亚很多那种按摩都是那种这个人要到你身体上跟你摔跤似的啊，或踩到你身上去。不过他的这个用劲儿我感觉还不是那么不是很大，感觉他还是比较舒缓。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手的力度不一样，但是我刚才感觉到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被蹂躏了。头部刚才在我头上抓的时候，就是咻咻咻，抓着抓，好像其实，好像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个马杀鸡的技师一样，在头上哈一绕一圈就可以了。You know, you know, a squeak. Yeah. Yes. Mm-mm. You're afraid? Yeah, I'm insane. Hey.Earthquake. 好，赶紧。我去过那么多位于地震带的国家，没想到第一次遇到地震却是在我按摩的时候。难道我要裸奔出去吗？Come on. 今天还得穿用衣冠不整，然后看那边街道里面都是人。哦，这个巴厘岛居然强这么大的强的地震，太恐怖了。如果说地震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有可能那个房子都会塌了，塌下来，塌死了。而且你看那一片就巴厘岛那一片的车全堵住了，现在堵到这儿，为什么？就因为这个，让它地震了地震了。哇，现在雷县长呢，由于刚才地震了之后呢，这个大街小巷特别热闹。这个热闹可不是大家听着跳舞热闹，而是惊慌失措，有很多人都在往外跑，而且有的人没有穿衣服他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呢？因为他要是晚一步的话，有可能就那个逃不出来了。继续被他摁。你看在这个巴厘岛有个特色，就是说呢，你马杀鸡2秒钟，然后地震5分钟，这是当地的口头语。按摩技师告诉我，巴厘岛其实每天都有地震，只不过强度大小不一，他们早已把这当成日常生活。我后来得知，这次地震有7级，只不过震心是在印尼的龙目岛。
由于地震之后都会有海啸，这也让我的行程受到了一定的限制。Okay. What's this? This is yes. Oh, okay. In Lombok Island. Oh, Lombok Island. Yeah, yes. Lombok, 对 ，yes. 它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 ，Lombok 就是龙目岛，龙目岛呢发生了七级地震，所以说呢这边有很多。Ini terawangan, 是龙目岛 ，yes, yes, yes. 其实雷太阳啊，也有一个房子，这边办。哇，现在雷太阳呢来到了乌鲁瓦图的海滩啊，那边就是茫茫的日落。还有这些远要的晒太阳不说呢，而且还光着身在这边啊晒太阳，所以说雷太阳要做的事情就是偷偷的不理他们，我要做我自己事情了。哇，有两个身材曼妙的女子已经下水了，哇，他们看了，那边还有一个人啊奄奄一息，但是我不会救他的，我不会救他。哇，真的是好冷啊！雷太阳带着大家的祝福下水了。海水好咸呀，太咸了。雷太阳现在来在夕阳中游泳，啊，感觉是不是非常的美丽呢？这美丽的词实在是卡了。哇，我刚刚看到那个水里居然有一根绳子，哇，那根绳子，要是被那个绳子缠住，那还不淹下去？哇，那边有一些山体啊，很吓人。山的下面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可以游过去吗？这里真是探险的好地方，雷太阳现在游到了一个山洞这个地方。嗨，你好，你好，你好。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山洞啊！哇，现在雷太阳呢游到了这么一个山洞里边，山洞现在是外面，里面也太黑了，我现在出不来。因为是巴厘岛以前的火山特别多，火山喷发之后形成了很多的这种暗洲。This umbrella, one hour, but last give you 1 minute. Oh yes, I need one. Okay, now. Okay. Ask the lady for the sarong. 哇，力气好大呀 ！It's strong. Umbrella. That umbrella. 打开伞之后，我们就有三个山谷。好，弄好伞了，现在我就躺下来了。哎呀，这什么感觉呢？感觉他们啊来到这个地方时都会自己带一些这个毯子什么的。在巴厘岛的西南部，有一座海边寺庙——海神庙。该寺庙坐落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每逢潮涨之时，岩石被海水拍打。整座寺庙与陆地隔绝，我带着好奇心决定租车前往。哇，现在雷太阳呢要包车呢前往这海神庙，结果呢这个司机在这边一直要这个很高的价格。Tarot? No, just由于出发去海神庙并不算远，但是在当地人家租车价格又极其的昂贵，可能由于他们不信任，也有可能养成了高价租车的习惯。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正巧碰到一家路边旅行社，那么这边租车的价格又是怎样的呢？看到吗，雷站长这边有个地图啊，雷站长去过来啊，这个北部的这个白族地区，他来到了这个克鲁扬村。Hello. Yes. I need a car to Tahalot. Now. Now, yes. You really how much? Yeah, I call first the how much. Yeah. Good. That person name is Nam. 哇，这老板娘呢在帮我问这个司机啊。5 minutes driver coming. Five minutes. Yeah. Come here. Okay. Yeah, come here. Okay, okay. How much? 800. Yeah. My hotel. Hotel told me 700.
Check 15. 哎呀，我再跟他说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路上叫的车呢，也是要这个700-800，然后我们酒店，然后我叫的车也是700-800。其实我明白啊，就是酒店叫的，这边叫的都是有这个中间商要赚差价哦，所以说没办法。但是现在我好像也叫不上车。650. Yeah. Okay. Okay. 刚才呢，雷先生给大家演示了怎么讨价还价。他们肯定是先开到这个800-900，然后呢，我呢要往下砍。实际上呢，就他们是要中间商要赚差价，所以说老板都把大钱都给赚过去了。看到了吗？在那个田里面有很多那种瓶子，挂在那个田上是干什么用的？因为那个无论是蚂蚱呀、苍蝇啊，就各种小眼睛、各种凹凸镜组成的。他们每次看到这种凹凸镜的这样的一种原理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很恐怖。他们的瞳孔就是变化，于是接虫子就吓跑了。我身后这个呢，就是海神像。这个巴厘岛呢，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这么一个小岛啊。为什么这个地方呢，对神的这个敬爱又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巴厘岛呢，历朝历代都是多灾多难的。那有人要问，这个巴厘岛不是美不胜收，为什么多灾多难呢？因为呢，巴厘岛呢位于这个印度洋上，前不久呢，印度洋就发生了非常大的海啸。这个震级啊，波及到了这个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甚至是巴厘岛。所以说呢，在这个印度洋上，人们是靠天靠地吃饭，所以人们就对这个神灵，对这个巴厘教的神或者印度教的神就非常的这种敬重。他们把这个海神呢也供奉在这个地方，希望海神能够保佑巴厘岛不再发生天灾人祸的事情。现在呢，雷队长呢来到了这个海神庙。海神庙的这个入口呢，我看到了这么一对这个漂亮的这个男女的雕像啊，就是当地的这个舞蹈，而且是当地人穿的这个服装。我身后就是这个海神庙的大门啊，那这个蛇在这边，你看的是不是特别？来，you can try。啊，这边。Where from？ Germany。德国人。来来，together， 哎呦喂 ，together， 哎呦，哇，哎，好 ，OK， 哇，来 ，you kiss there，I kiss there，OK。海神庙香火鼎盛，也是印度教徒葬礼的地方，周遭的景致更是优雅绝伦。尤其是夕阳下，海水碧蓝，水波中闪耀着黄金的光彩，此情此景是许多摄影家的最爱，因此也使得海神庙名声大噪，并认定海神庙拥有巴厘岛最美的夕阳。现在呢，雷先生就来到了这个供奉着印度教诸神的海神庙。仔细看的话，它是一个整个一块礁岩石呢把它雕刻出来的，不是拼到一起的。由于这个巴厘岛人呢兴奋的是印度教啊，印度教讲究的是这个火葬和水葬，他们把人火葬之后呢，骨灰呢就会通过这个海神庙呢撒向大海。而且呢，这个海神庙呢每天早上呢可能海水还比较平静，但是到了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呢，惊涛骇浪呢会拍打着这个岩石，非常的刺激。随着这个日落时分，注意看，现在是非常漂亮的日落啊。随着日落时分呢，这个海神庙的这个波涛呀，汹涌澎湃向这边涌过来，哇！太刺激了，天哪！周围人都被这个浇了一遍。我刚才没办法，我刚才是为了护相机才把这个才把这个东西给大家那个把这个画面给挡住了，因为跑了一下，应该说是这个到了这个落日啊，日落时分啊，惊涛骇浪，整个这个海水啊就要涌上来，哇，涌上来，我的鞋里面注意看有20斤重，我看一下为什么。再看这双鞋，哎呀，看到了吗？哎呀 ，I went from Italy. We see the sun goes down. Yeah. Okay. But Italy, where go down is beautiful. Yes, it's beautiful in Milan. Milan. Yes. Yes. When you go to the mountains, it's a beautiful sunset there. Oh, beautiful. Okay.
Where from? Italy. Italy. Yes. Wow, this go down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But you want to marry? Yes. 刚才非常浪漫哦，他们在这个海神庙的这个地方哦，求婚了。我们看这个海神庙。Welcome here. Did you your wife? Yes. Because we've been together for 10 years, and this was her present for graduation.For a graduation from a degree, so I figure it was the best way to step up our relationship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wonderful place to go on in our life, you know?初恋就是一见钟情，热恋就是以身相许，留恋就想百依百顺，失恋就想你东我西。祝愿天下有情人都能有好的开始和完美的结局。告别了巴厘岛的海神庙，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朝鲜，亚洲最神秘的国家，这里曾是高丽王朝都城的所在地，也是人参最大的出口国。但是这里的人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下一集雷店长沿着中朝友谊之路，跨过鸭绿江，带你探秘神秘的朝鲜，揭开美女之国朝鲜的秘密。